立東進寶咧係一般民間嘅傳統習俗嚟嘅。咁而進寶嘅目的咧，其實都係想自己身體健康啲嘅啫。咁而令到自己身體得到平衡咧，其實先至係進寶嘅重點。咁今日咧，我就為大家介紹一個補而不燥又可以暖身嘅食譜俾大家啦。黑麻油咧，其實係有呢一個補血益氣啦、潤腸通便嘅作用嘅。咁雞肉咧本身就可以温中健脾、益氣養血。咁米酒咧就有助促進血液循環啦，可以舒筋活絡。生姜咧就可以暖胃、驅風散寒。咁麥冬肉粥咧本身就係滋陰潤燥啦，可以滋養下皮膚嘅。咁最後仲有枸杞咧，咁就可以有補肝腎、明目嘅作用。咁咧雞髀咧就愛嚟切件洗乾淨沥乾備用啦。咁我哋喺個冷鍋入邊倒入麻油同埋薑片啦，用細火慢炒一陣之後咧，就再轉中火加入雞肉去煎炒佢。咁當呢個雞肉煎炒去到表皮有呢個金黃色嘅狀態嘅時候咧，咁我哋就可以加入米酒。咁再之後咧就可以加入麥冬啦、肉粥啦幾支入去個煲入邊燜大約20至25分鐘，最後用少少嘅鹽去調味熄火就完成㗎啦。